来吧，兄弟们啊，这天气渐渐变凉了啊，我这又回到老本行。经常看我直播的老铁应该知道啊，去年挖了一年的海葵，这今年又捡了一年的螃蟹，这现在又我操，日了狗，你喷我一脸啊！哎呀，我说河豚老弟儿啊，装死也没有你这样的呀，你这是碰瓷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走了，你在这躺着吧，没人理你。老铁们看都看到这了，给个免费的红心吧，加个关注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。长时间没给这个大海理发了啊，我一看这个大海的头发又长了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咱再给他理一下啊。有没有知道这是啥玩意儿的，兄弟们啊？知道的老铁双击扣个一，不知道的双击扣个二啊！喜欢海边人生活的老铁，别忘了双击加个关注。来到大海边，发现了一只被渔网缠住的小海龟啊，咱们就把它放掉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过，两者皆可抛，自由真好。兄弟们，咱们把它放了。喜欢大海抓海鲜的，关注一下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啊！随着这几天的冷空气，天气逐渐变凉，也不知道是咱家哪位老铁啊给我带来的幸运，让我发现一只皮皮虾的洞啊！有的老铁看这么怼皮皮虾这么过瘾的啊，他反手就是个双击啊！然后加上一个关注，今天晚上看我赶海直播了。